接下来看下个人物，屏东教育大学文化创意实验研究所先前封榜诶，今年客家文化组个榜首是黑大体屏东创次个钱义金，伊协助诶为二十年接成个前高条组诶，他加入含起做组委诶三破。三年前伊开始想讲要继续读书去大学进修，今年三轮考研究所，没想到含高分一榜。一边唱客家歌，一边在磨汉语组的，学组的二十年的钱义金，以免业主客家文化，竟然参加屏东教育大学文创所的推荐甄试，结果以最高分本人录取。未来佮要结合客家文化同休闲事业为研究的方向，比传统产业前途赚钱的机会。因为我想讲，安尼就地取材啦，哈，因为佮周边的路遐有安尼东西，我感觉讲就地取材。也许可以搞个完善的呈现出来安尼。更加四十五岁的钱义金，竟然能够对高峰数位内容复原、休闲事业管理的毕业，而比真相更难得的学生身份，故说其的学习态度相当的认真，每学期的成绩都是第一名，本学校的欣赏相当的赞赏。就是譬如说我上课上到一些社区营造的问题，他都会很多会有很多意见，然后会把他家里附近的一些状况。好，拿到课堂上来跟老师互动。后生时从事做头拿模的石头，加年以后听说附加协助的，后来还通过行业中国基本认证，成为行业资源教师，更加愿意到硕士班做研究。他讲，只要有心，协助的欢迎，噶照样做得变创业。